这可是从南美找来的一等一的好货色，特意给你准备的。拿去。制作冰毒50克以上，就可以判死刑。我你呀！蔡天明，你个狗娘养的，狗杂碎，我杀了你全家！为什么他们有地道？你不说啊？明天我们还要一起见林正彪。不需要你。 这不能开枪！滚！我们施满毒品，也不要这么多啊！